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配方法哦。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哦，这个 ax 平方加 bx 加 c 等于0哦。那既然叫一元二次哦，那它二次方系数呢就不能等于0哦。那现在如果你要下去解这个 x 呢，除了因式分解以外哦，假如说系数不能因式分解呢，那你还可以尝试这个方法哦，就是这个配方法。那配方法它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哦，就是呢，我们把前面这三项哦。好，前面这两项呢，加一个系数以后啊，把它配成一个完全平方哈、哦，也就是说上面这个式子哦，如果你能配成呢 ，x 减掉 h 的平方哈、哦，那么它等于 k 的话哦，好，如果你能把等号左边呢配成像这样完全平方哈、哦，那么我们在解这个 x 的时候哈、哦，你就可以把这个 a 呢移项到右边去了哈、哦，好，变成呢 a 分之 k 哈、哦。变成 a 分之 k， 然后呢，我们在等号两边呢同时开根号哈、哦，等号两边同时开根号，那开了根号以后呢，这个 x 减 h 的平方开根号以后啊，它就变成 x 减掉 h 了哈、哦，那有正的有负的哈、哦，那我们又把这个正负号呢写到这个右边来了哈、哦，那这个观念哈、哦、大概是这样子哦，就是说，譬如说，如果说呢这个 a 的平方哈、哦。它是等于这个5的话齁、哦、那么 A 有可能多少呢 ?A 可能是这个5齁、哦、它可能是5齁、哦、那 A 可能是负5齁、哦哦、它不一定只有5而已齁、哦、5的平方是25齁、哦、开根号以后是5齁、哦、那负5的平方呢是25齁、哦、开了根号以后也是正5齁、哦所以你如果要去还原这个里面齁、哦、这个根号里面齁、哦、这个括号里面这个 x 减 h 啊、哦、那它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齁、哦、所以开了根号以后啊、哦、这个 x 减 h 呢它会等于呢正负齁、哦、根号 a 分之 k 齁、哦、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 x 齁、哦、就求出来齁、哦、就你把这个 h 呢移到右边去齁、哦、我们就得到呢这个x 啊、哦，它就等于 h 加减呢，根号 a 分之 h 哈、哦，根号 a 分之 h 哈、哦。好，那么这是一种方式了哈、哦。那我们看一个例子哈、哦，就是说呢，假设说哈、哦，现在题目要叫我们下去解哈、哦。好，假设现在题目叫我们解这个x 平方哈、哦，减掉这个 2x 啊、哦，再减掉4哈、哦，等于0。哦，那么这个式子呢，你要下去解的话呢，要怎么解呢？我们可以呢这样子来做哈、哦，就是呢做配方哈、哦。首先哈、哦，我们 x 平方减 2x 呢抄下来哈、哦，那它需要正一配完全平方哈、哦，所以我们这边给它加一个一。那它原本是负4的哈、哦，所以你加一呢要减掉5回来哈、哦，这个一减5才会还原变成上面这个负4哈、哦，啊还原。变成上面负4，所以呢，加一把负4拆成加一减5哦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把前面这个括号哦，配成完全平方哦。那前面这边可以写成什么呢？可以写成 x 减一的完全平方哈、哦。好，那这个负5呢，把那个负5移到等号右边去啊、哦，它就变成正5了哈、哦。好，它就变正5。好，这边我们再说明一下哈，就是这个 a 平方减 2ab 哈，再加上呢 b 平方哈，好，这个 b 是一哈，所以 b 平方是一，一的平方还是一哈，还是一。那这个红色的 a 平方减 2ab 加 b 平方这三项哈，刚好可以配成完全平方哈 ，a 减 b 的完全平方哈，好 ，a 减 b 的完全平方，好，所以。配成完全平方之后啊、哦，接下来呢，你再在等号的左右两边啊、哦，同时给它开根号哦，好，同时给它开根号。那这个根号一开出来之后呢，等号左边呢就是正负哈、哦、x 减一哈、哦。那我们把那个正负号写到右边来了哈、哦。好，那右边开根号呢就是根号5哈、哦。好，右边开根号根号5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根号一开出来哈、哦，这个 x 呢。它没有次方的齁、哦、所以你再把这个负一移到右边去齁、哦、这个 x 呢就做出来齁、哦、它就是一呢加减根号5齁、哦、好一加减根号5。所以我们这一题的这个答案呢 ,x 它就是一加根号5齁、哦、或者是一减根号5。